散！又是你这个爱管闲事的臭道士，这是我跟他们夫妻之间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再多管闲事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好你个不知好歹的蛇妖，你作孽太多，我多次给你悔过的机会，你却屡教不改。今日我再放过你一次，只要你愿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我便饶你不死。就凭你休想、快去救人。师父正在用法术逼迫蛇妖离开江城的躯体。